范振东乃在命案虎尸啊。我昨日闻听一讯，我母亲生了你啊，可来看看母亲的。人人都学将士门中其孝子，今日我倒要试探一试。安安，你母亲在命案不听我的教训，是我受之行走，将他赶出门外。你是什么？将他赶出门外。哎呀，
儿啊，你是单过而来还是宣布而来呀？宣布而来。何人为不？传有为不？你这奴才好不懂事，外面大雪纷飞，何不叫传有进来呀？那我去叫他进来。不米呀不米，细雪你被人飞走，他要是被人飞走，我妈妈岂不是坑来一趟哦？过去呢，全有在此。哦，这是什么全有啊？百米全有。哎，贤贤你来与我添喜，看来你放育为娘家有啊。父亲，何为天喜，何为家有啊？你在家中将百米到来，他又不不知道，岂不是欲为娘家有吗？孩子几担之力？你这是到来的力。我这是几担之力吗？是到来之力。是到来之力。还是你莫子不要争论，几担之力是发红发色，到来之力是一色之力。于此请姑爱看来。啊，这是俺俺几担之力呀。既然于此，姑爱请退。儿啊，你这百米从何而来呀？母亲呐、
来的番禺而去呀。你看天色不早，为娘送你归家去啊。我不去。你不去，为娘的就要打。你打死妈妈，你不去。为娘的单阵要打。
家呀。既然如此，我送安安一同归家。
命过桥，为娘随后就来。父亲，你来的啦？儿啊，我回来的。父亲呢？你来的啦？儿啊，你先行一步，为娘随后就到。Cheers.